日前有网友爆料称姜潮夫妇将参加一档综艺节目，爆料还表示姜潮妻子为麦迪娜，现已在孕晚期。其实早在2016年，姜潮就被拍到与女星麦迪娜互动亲密，还一起回到住处，疑似同居状态。而在今年的2月份，其实就已经有网友爆料称姜潮与麦迪娜结婚了。有媒体就此事求证姜潮方，工作人员表示不方便回应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